肾病综合症呢是一种慢性疾病，病情缠绵，日久不愈。那么中医药呢，在就是说中药的治疗这个肾病综合症呢，具有这么几种优势。第一呢，就是辨证论治，个体化治疗。中医呢，根据这个病人体质的不同，病情发展阶段的不同，通过望闻问切，然后总结患者的这个病因、病性和病位，然后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，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。再一个呢，就是整体观念动态的一个治疗。中医精髓呢，就是整体观念，这是中医中医特色之一。那么人体呢是一个整体，所以呢，在整体观的一个指导下，我们全面把握这个肾的一个病情的变化发展，注重了人体的阴阳平衡、形神的统一，注重机体和自然、社会和环境的一个和谐。通过整体的调整，治病的同时呢，和养生相结合，使气血阴阳达到平衡。再一个，中医的一个优势就是说，防治结合，防病，防治结合，以防为主，这也是体现中医治未病思想的一个优势。我们通过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，就是病愈之后我们放。